哎呀，俺不就解释。老个老师，来考察着了。对了。哦，真早会，讲把汽车，我们只么考察了，古三路高山高用车的去了，不该奔波，或者有在在了。多，干部他打么着，有用车，那去古嘛用钱过钱过走路路，直接带人木头车有接触。 不拿汽车，古人就不念，要坐着改不？哦，穿过路路，天气真冷，主要保温及时合适。哦，真真多年子，古啥嘛搞门子，古出南，今年黑呀，要搞都木药，没有用，只找给家嘛，正好也有嘛。老还有。 白马正打倒木肉，只肯吃好白灼药，吃起吃，听过呼吸，路路嘛融差不了，只肯领头木头好吃有吃啊。要来了，白木肉，白只肯吃，白做那个照顾铁呼吸手。老早呢，要用车干的，嘛要准备备烤药，要么要车，这里够吃黑啊。我找聚会的朋友，饱了。 哦，用春刀嘛，只配合。是用车，我用筛铁杆的。